大家好，我是钱琳琳，青岛放心，强国有我，接续奋斗，青春万岁！2022年5月3日，关注河南卫视，关注中国青年报，收看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《青春万岁》，奋斗者正青春，追寻青春之光，感受青年力量，青春沸腾，青春万岁！